叔叔给我和弟弟买的玩具。玩具都不想玩了。走了走，喊总理走两个门。总理，走了，回来的心看到了吧？耶，还有个翻车车呀！耶，叔叔还给你买了个翻车车呀！耶。总理，嗯，把玩具放那个回来的呗？啊？放那没人拿你的，你弄丢了啊？行吧，姐姐，嗯，就不这了。现在刚好我们走的时候过去都11点多的，刚刚好。那旁边那头发一剃，瞬间都变帅了。豆腐面具戴上了，哇！也戴面具啊？那是什么？他说脸上痒。你头发，你在我鼻子这里。不是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左边左边，哎，再再右边一点，啊，这里啊，再使劲一点，使劲容易肉就给你刷了，但我自己的头，舒服多了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小头妈，你自己小头妈，小头妈妈。那我扔了干嘛？走吧。是个头狼的瞳孔啊！帅不帅？帅。帅不帅？大声点，帅不帅？让我叔叔说我丑。脸突然变大了。姚国鹏。哎。总理那个座，还没看到哈。哎，想想找出手，这是鸟他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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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不是的，你改变，你来不脱的话，人家说，哎呀，你和我去的多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都没说，来不了都没说。现在我过生请客啊，然后恰巧有一个家里儿他去练车去了，今天喝茶，明天是考试。要不我练个那个。好奇，啊，好奇，杨哥你多给我点点价。杨奇现在能不能加？杨奇能不能加？不能，加不了。哦，加不了。王琦要提前煮炖。你还有那么财富？哎呀，可惜了。谈嘛这句话。不是，他们喜欢吃杨奇的。看这个好吃。我谢谢谢谢啊，你问起还行，谢谢。别笑。